我们前几天去抽了预售，然后很好笑，就是因为前几天那个雪球来找虎虎玩，然后球宝就是我们就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出去走走这样子。你们知道千层雪球是一个在疯狂征男友，也没有，他没有疯狂征男友，他的朋友们在帮他疯狂征男友，所以我现在也可以再帮他征个男友。对，千层雪球成真男友好不好？喜欢看综艺，然后喜欢帅哥，然后他喜欢帅哥吗？应该喜欢。然后。喜欢嗑 CP，动不动就想要看自己的 CP 十级震荡，然后现在正在玩尔莎，然后认真负责上进啊，那个家庭背景单纯啊，你为什么你们不看我的台吗？一定是商演好。那个有觉得自己觉得自己不错的，觉得雪球不错的那个可。对，他是男友狗，他自己承认了，我没有讲哦，刚只说他是男友狗，他现在是男友狗吗？所以有兴趣的去一下好吗？好，但是我那天我要讲的事情是这样子，我跟林兰那天才在跟他讲说不要交往，交往只会拖累你，交往只会拖累你事业的进度。然后结果我们三个去抽预售，雪球抽到事业，我跟林兰抽到恋爱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林兰先抽了一个，让他先抽预售，他抽到了一个恋爱，然后雪球就说：“好好哦，我也要一抽事业。”然后之后我就你们在干嘛？然后结果他们就绕到旁边了，然后我就在后面默默抽了一个，这样子拿起来，恋爱。谢喽，真是谢喽。